忍亦是风平浪静，你咋不忍？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你咋不退？喜欢一个人，失于颜值，陷于才华，忠于人品，痴于肉体，迷于声音，醉于深情，最后折于物质，败于现实。人渣不分男女，废物不分年龄，事不能拖，话不能多，人不能做。永远不要用离开去威胁我，因为你会发现原来你真的没那么重要。我这人不会说话，但我知道有些事情既然做了，就不要去后悔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不想搭理。感谢这个性格让最值得的朋友都留在身边，能自己扛就别声张。矫情的样子并不漂亮，最好的地方是没去过的地方，最好的时光是回不来的时光。因为梦想，所以选择远方；因为无所依靠，所以必须坚强。心甘情愿才能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才会义无反顾。真正的坚强是属于那些夜晚在被窝里哭泣，而白天却若无其事的人。余生没那么长，不用一味的付出，去管得寸进尺的人，请忠于自己，活得像最初的模样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